日网友在微博晒出一组吴尊现身机场的照片，照片中吴尊身穿淡绿色 polo 长袖衫搭配休闲裤，获得了大批粉丝的接机，人气火爆。当天他头戴军绿色字母棒球帽，浅绿拼接白色的配色，分分钟打造满分的清爽度，墨镜遮面，戴上白色口罩，既低调又时尚感满满。他身穿淡绿色 polo 长袖衫，很舒服，浅淡的草绿色不显沉闷，很适合秋季穿着。而吴尊因为长期健身，身材线条很是优越，这件垂感贴身的 T 恤显得吴尊胸肌明显，身姿挺拔，身材真的太棒了。他把长袖袖子略微卷起来，领扣解开一颗，更是显得潇洒随性，下身搭一条蓝色牛仔裤，搭配上干净简单的小白鞋，一身清新的颜色，显得吴尊既清爽又帅气。吴尊现身机场后获得了大批粉丝的接机，人气火爆，吴尊更是在机场为粉丝签名，亲和力十足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